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好。来买点吃的喝的，放在街。有些观众朋友真的很热情可爱。琪琪，今天一直等着你的视频，到现在看完后就安安乐乐啦。我好像是在等情人的吃线一样的感觉，继续等琪琪，情人括号，谢次的视频出现。但有人说，每日一片是灌水疗。哇，大白兔，我知道是糖，没想到做成雪糕了。跟很多人一起吃过饭之后有点防备，万一中招了，你最少还有一些食物在接吃吧，隔离的日子不麻烦到别人。所以呢，今天不得不出来自己煮，可以几块钱就吃饱饱了，4块4毛一大堆肉了。我用的三样调味料，把肉洗了弄干了，然后我就把这三样涂上去，就好像我最初煎东西学的煎鸡蛋一样煎，只不过时间久一点，然后左右两边翻，比较简单方便快速煮。也有观众朋友说喜欢看我煮的，想吃我煮的，多过餐馆我在外面吃的。哎呀，这边不够火，反过来。其实我以前都不是特别喜欢吃雪糕的人，最近被人影响，这样十几块钱一包可以煮三次吧，煮个菜一顿5块。我是小吃桌餐，这里可以够我吃两次了。有时候我会在想，一直这样生活会不会有了社交恐惧症啊？新冠病毒出现到现在一直都没感染，就特别的小心啊，都在回避社交。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是透过网络来联络。白色的火龙果没什么味道，好像红色的比较好吃，但是很多人跟我说黄色的好吃，我就吃了一次不喜欢。青葱好贵哦，我之前买一扎都不用1块钱，有的地方便宜到才5毛钱7毛5。再看别人种的东西，这几个月跟一个宅女交往，她虽然为人很敏感，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。她叫苦瓜，辣嘎苦瓜。
马咯，嗰个嘅马个咯，嗰啲嘅马个呀。哦，一匹马个马。系系佢。嗯哼，佢做佢做。好靓，或者说好靓，还有说很漂亮了，就是。错呀，冇啊，我种唔到，我教你种，我种唔到。我种咗少少咯，唔系好多，但你个番茄叶种得咁夸张靓嘅，我种少少。呢个地嘅，而家，嗰头嗰啲，啊，嗰啲啊，嗰啲紫苏嚟嘅，紫苏啊，嗯 ，OK。煮噶嗰啲紫苏，煮咩醋？煮咩乜嘢？佢都要落，都落外嘅啫。啊，佢中意啊！两个亲戚佢都中意，我咪种翻两棵咯。我就冇咩煮，我又冇咩食啊，我又冇咩炆。少啦，而家又有翻啦。好多花咯，有花佢有豆咯，系留咗嗰啲留咗好多种喺度啦，佢唔愿意咁样。等下啦，而家入去打个红龙大咯。等你消磨下时间啦，系嘛？中意，咪咩啊？嗬？咪你买都冇咁贵啦。以前好似啲入过枪式噶啦嘛，系嘛？哦，你啲豆你咩？呢啲叫豆仔就豆角啊，豆角我哋叫扁嗰啲叫豆角，有啲人叫豆仔，我哋叫豆角，我哋乡下啲叫。